电脑人，我看网上说用撬棍可以修理汽车的轮胎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假的啦，这明显就是无聊的玩笑嘛。可是我修好了啊！我叫18号，是一个电脑人。之前有小伙伴评论说，除了用红包枪，别的方式能不能开启千里眼？嘿嘿，小意思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种新方法。老规矩，首先找到一把能装倍镜的枪，最好是8倍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然后找到一个突击兵的盒子，接着就是关键了。随便靠近一面墙，记得要贴紧，保证墙上出现禁止的图标，然后点击开镜的同时释放突击兵的加速技能，这样一来我们就获得了千里眼。再开镜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阻挡，直接可以看到超级远的地方。那么有没有弊端呢？当然有，比如枪械的攻击位置会变成换子弹什么的，也完全没有动作。想要取消这个状态，只需要丢掉枪再捡起来就行了。不过目前我还没有想到这个 bug 真正的用途，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叫18号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